よし。哈喽大家好，瑞文です。好，这一次要当然就是要把这张特兰克斯技术的超赛达特给拿出来使用一下啦。刚刚把他的这个特殊贴纸贴上去了，哇，这个效果真的是 nice， 真的是很好看，蛮喜欢的。那么竟然是要把它拿出来用的话，当然是要挑一个关卡。这一轮的话，我打算选一下超长关了。北极大钻，激斗北极大钻，就让儿子来打八八。好，这边开了两路，好，妈，就稍微来看一下哈，哇，再看几次都不厌，好看。这一张的话提升非常的有感啊，超特大伤害，六回合的攻防上升，这边的话它的上升是 50% 这样子，所以六回合也就是至少我们可以叠三次，那就是 150% 啦，在防御力上面是可以做到非常优秀的强化。再来，自身的攻防 80% up， 必杀技发动时攻击再加 80%， 然后当敌人只有一体的时候攻防 80% up， 敌人两体以上时防御力 168 up， 然后中确率全属性防御。不过这一轮因为是选择超长关，所以这一条被动是不会触发的，所以是只有那敌人一体的时候攻防 80% 这样子，就非常的优秀了。然后在这边的话技能力暂时我是不把它给摆上去了，先用一下最基础的状态这样子。当然潜能点的话不用想这么多了，15连击11彗星就是左岩复会这么样子了。然后连接的话从那一天跟各位介绍的时候开始嘛， level 1这样子，然后直到现在才过了几天嘛，就升了这个样子了，还算不错，之后会继续把它给练到满了，因为这只真的是强，真的是强，很值得去把它的连接给练上来。好，队伍的话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这样子，以这张宿主的大特带队，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攻防 170% 的加成，血量虽然少了一点但是还是 OK。 然后队伍方面跟这一张季大特做搭配的是这个技术的变身大特，再来的话我带了一个保险的这个神剑翻，主要就是用它来扛伤害啦。好，就是这么个样子啦。两个道具嘛，一个就是 Wiz， 一个是回血以及加工道具，加いきます。北极大钻，看特兰克斯来把自己的爸爸打得服服帖帖的，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看一下，初始12万，哇，相当的给力呀。连接有一点普通，这个样子先吧。哇，这边通通都有12万的连那个防御力，还蛮不错的。OK。神剑犯的话先在这边帮忙扛一回合，下一回合才遗弃下一个位置，还320万，只有一个超级战的连接，很给力耶，真的是很给力耶。好猛哦，刚才是12万嘛，大家记得是吗？等下我们下一回合回来再看一下他的防御力变了多少。 OK， 这边的话当然是轻松扛啦。然后轮到这个顶上大特，防御力上升，那么直接破20万的防御力是没什么问题的了。20万来扛也可以，800血之伤轻松。这边的话就这么个白发，13万的防御力，然后我自己这张也是有到10万的防御。这边的话潜能点那个技能力我是给了他5点的彗星跟5点的防御了，现在就是已经下定决心把它弄上来了。连接已经也是开始在练着了，也是弄上来了这样子。好，那么这边就继续杀给到，应该是不会先攻吧 ？OK， 没有问题，没有先攻就是安全。371万，四条连接 ，OK 的一个辅助40%在，帅啦！不过我发现到了，大部分人点这一张宿鼠的变身大特了，都是主连复会啊，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还蛮遗憾的。
我比较推崇他变身前的形态，主会复联。妈，这还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大家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OK， 轮到我自己的啦，321万，十个。好，直接 KO 掉。OK， 这边一上场，我们的这个祭变神大特就直接来，这边就直接满连结了，大家可以看得到，帅啦。那么现在的，哇吼吼，直接上到190000嘛，等等，哎，我先把这个这张大特移掉先，这样的话，目前连结就是保持跟之前一样，也是190000，哇，死给，190000气，只差了一个气钱，有连结跟没连结只差一个气钱，刚才是120000出师，然后开了一发必杀过后，直接去了190000，哇，这到底是怎么个计算方式呢？好猛，死给，这一场真的是太猛了。那么这边就来看一下他的攻击力吧。第二发必杀已经满连结，因为连结还没满，没办法直接加超到55%的那个攻防攻击加成。不过没有55%，也是有40%左右了，不会差太远。杀427万，没有辅助。哦吼，够猛的啦！就跟我们的素物天跟T小特这么上下的能力，开房，就死的，真的是太猛了，我只能这么说。呀呀呀呀！这边的话就继续这么个样子。哎呀，这边的话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让我们的这个顶上的树大特哦吃到一个人头，试试看吧。希望前面两位不要太给力啊，刚才失误了，不应该让这个隶属大特开招了，是不是连击来啦？呀呀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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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点太猛了。没机会了，没机会，这是肯定没机会了，因为这一张变身大特怎样都是会砍得掉他了。哎呀呀，这个是重大失误。OK， 这一边是开了两次必杀的超赛大特，还260000的防御力了，两次必杀260000，大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爽？死给啦！应该是可以轻松扛了啦，在这个阶段，260000的防御力，两次必杀，战斗路上轻轻松松有没有460000的伤害？这大概是上限的啦，上限。不过真的是很够夸张的，一发50%的那个。加成太给力了，哎，没有辅助就这样了。等一下利大特转过来这边的时候，应该是会更激动人心啊！哎，三下，哎，没有了，没有再连。OK， 这边的话就是我要的最佳状态啦。我们的这个神剑饭用来扛伤害，然后。大特在后面补刀这么个样子，杀得到。好 ，OK， 来是300000的防御，全属性防御，有什么攻击打得破？没有，哎，就是这么的强。杀一击嘛，恰一神剑乱。哎呀，可惜你的必杀没有连出来。OK， 这边算是还蛮漂亮的啦，这一张大特。看看这个就是在变身前自带彗星的话是就是这么的猛了。OK， 开了三发必杀之后，哎，还是260000啊。要算一下哦，第三发必杀开完的话就是当下吧了，然后到下一个回合又重新 refresh 过这样子。本来我漏算了这个东西。OK OK，
就这样。希望这一 round 的话，我们的宿属的那个顶上大特有机会 KO 掉了。目前的防御能力其实都是相当顶尖的了，攻击力嘛就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敢一来就必杀，不要先攻啊，你个混账！完了嘞，对儿子是这样子的吗？还摸三光，可是15点的连击，我靠，你连一个普攻出来，行啊嘞！有够残念。哎，这样顶上大特应该是没机会了，还是收不到人头。OK， 我都，呀，这边的话继续，不过这边稍稍有一个问题啊，可能会开不到必杀。这个的话是有点亚杯。这个已经不是有点亚杯，是真的亚杯。开不到必杀那可是大事。看来我应该是要让我的这个神剑犯变身了，因为这样子的话精翼的速度才可以触发，这样体力那个气力条上面才会比较安稳一点。等一下就稍微花一点时间吧，看看什么时候才来。自己连一个出来 ，nice。说大特的话，其实不太需要担心他的防御面会不足了，因为他在变身之前啊，只要行动他就会增加。这边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被克数的关系。不过防御力也是有高达300,000啊，然后270,000、110,000，应该扛得住啦。这一边哈，要相信他们。普攻是没什么，530,000，多了一个普助就是不一样。可嘞，只不过他们的连击力有一点可惜啦。这一点稍微是比较遗憾的。这个的话，这一点我就期望他可以打出两发必杀了。OK，Nice，这样子的话，防御力就差不多20万上下吧。大特队其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悍的了。嗨 ，OK， 这边的话，34万、11万、12万这样子。这边剑犯的话，我就直接让他变了神剑犯，为了连接。这边的话气力条就稍微比较高，可以连到4条连接，原本是只有3条罢了，这边就多了那个战斗民族赛亚人跟精翼的速度。虽然说赛亚人的血那一条是被 cancel 掉了啦，但是也是 OK， 还算不错。这一边的话就这样子，再配上这样子，最后再来个这样子，好，也足够了。神剑犯是绝对安全的，没什么好说。一拳下去没有伤害，就算被克死那又怎样？神剑犯依旧是 PsyQ。可惜攻击力就比较残念一点，400,000两方向。不过他的优秀的点始终是在于他的防御力啊，无敌的防御力。连击一下，再来超高切力，超高切力必杀追击 ，nice。然后自己本身20点的潜能追加，看能不能追多一把。再来，没有了，可惜。而且亏
彗星只有十点打不出来是正常的。Yes。不过这一回合我觉得我的运不是太好了，因为很多下的攻击啦，他都只打出很普通的伤害。OK OK。打到这边的话已经是把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变身大特啊培养上来了，攻击力已经防御力已经拉上来了，27万左右，等下打到后面算是很轻松。我当时这一位的攻击力就很标准啊，460万一直卡在那里，相当的顶尖。哇，真的太喜欢了，我就是喜欢这种攻击力又强防御力又给力的，让人轻松愉快啊，是不是？走，就这样子吧，让剑犯来开刀看我完全是没问题啊。本気を見せてやる。不过这边的话一路这样打下来也算是平平稳稳。等一下下一 round 我看差不多开一下加工道具 25% 上去，然后再配个辅助应该是可以破个500-600万的防御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OK， 这边有390。然后说这张速鼠的变身大特了，我觉得他最遗憾的地方就是啦，变身过后的基础爬数没有变动，这就大大的降低我去把它变身的欲望啊。再连到一个普攻，这个真的是可惜。好，变成他的隶属的这个机床版大特。这一张的话，老实说，如果有开路，其实还蛮强的。嗨，随便你敲，反正你敲完了下一回合我的血也要补满。OK， 这边的话应该还可以，不需要开道具。哦，我的变身大特已经28万的防御力了，好高，可以有这个。那么就再接再厉，いきます。不过这一个队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血量只有38万，低到一个极点。这个输出真的是超级稳定啊，460万卡在那边就是不动。这张既变成大特，虽然说在防御能力上面可以叠加上来，不过攻击力已经有点追不上现在的400了，超级遗憾。打到现在才叠了那么多下才300万，有够残念，真的是残念。 OK， 到现在还是收不到一个头。侧一边哦，这个样子，开不到必杀哈，不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相信前两位足够把北极大解决掉了。到这边我还是不太想要开加工道具，我想留到最后一回合全力输出这样子。不行了，打不掉，这个真的是打不掉。这样的话，下一回合来看看一下，配上一个加工道具，以及一个辅助的技超帅大特，除非彗星啊，不然，我靠，你的超高确立竟然这样子就没了，也太亚背了。好，两下，再来超高确立的普攻，有，再来，还超高确立的。必杀发动
然后就只有这样子。因为难得已经是到了这个这样子的情况，辅助来了嘛，那么就稍微用一下这个吧，25%的攻击加成。嗯，防御力是有30万，然后36万这个样子啦。非常优秀，只能这么说了。嗨，那么他的最高战力663万，死给他！可惜，就是我偏偏点了15点的连击给他，但是没触发过哎，一次连击必杀都没有出来过，这一场打了这么久。还能说什么好，除了是有够干之外。哎，这边的话来了这么久，当然就是要请他上去啊，不然也是没看主动技，有点遗憾啊。初めから全力でかかってくるんだな。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は孫悟空さん一人じゃない。ここにもいたということだ。虽然说我个人是更加的喜欢变身前啊，但是因为他的点法比较不适合，所以我照样就是给他走过去了。那么连接啊，少了这个战斗民族赛亚人，因为这条的那个连接会变成超级赛亚人嘛。啊，这倒有点可惜，不过 OK 的，来一个 wish， 因为刚才加工状态是还保留着的。接着这个样子，最后。这么个样子，好，全部最强状态啊，512万，我们的神剑版可惜啊，如果我是一路让它叠上来的话，可以到更高了，不过就算了，嗨，全属性效果发现，不过毕竟是克属，有没有全属性效果发现差不多。大特的话，第一次变身必定会进，是啊。这就是遗憾的点，他连击是连出来的，但是不够威力，就是这么个样子，很可惜。嗨，450万的树顶上大特，可惜在这边的话，他没有 KO 到任何一个敌人，所以不是最强状态了。不然的话，按照这边多了一个加工道具，其实他是可以破500万的攻击力的。OK， 这边的话就跟着一起变吧。初めから全力でかかってくるんだな。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は孫悟空さん一人じゃない。ここにもいたということだ。嗨，好帅！可是帅归帅，但是有点可惜了。才71000的防御力啊，最后不能扛得住没有？因为连接这边冷静的判断赛亚人的血精益的速度全部连不到，要背这边就回个血，顺便加个弓。OK， 再来这个样子。Wish 的话上一回合还是有保留下来，所以就不用 extra 再开，开575万一个加工道具。哇，刚才再配上一个辅助可以去到600万，我看你的连击必杀有没有这么吝啬啊 ？Oh my！ 来，加力克后，这一对我觉得问题很大，攻击力不太足啊。这一套真的是有够帅，没得闲哎，真的是有够帅。OK， 这边的话 ，Wish 还是要跟他请下去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OK， 就这么个样子，剩下的就是顺顺利利的把他打完就好了。嗨，加力克炮对着我来，Final Flash 哎，打不出伤害，很可惜哦，被击大哟。
快。说这边他点了20连击，我可以稍微期望一些了。好，有了这一张，再来啊，没有，没有的话，等你输出全零了，就只有那么一发，好可惜。ちょっと待って。ベジータ的必杀，有有有，刚才已经开在神剑川身上了。好，反正这一 round 我相信是最后一回合的。假，これは黒星に生きるみんなの木の光だ。みんなの力を俺に貸してくれ。行くぞみんな。行くぞみんな。哇，这一套下来，哎，整队基本上就是满满的组合技啊，有哎一次主动技啊，有没有？技变成大特，速变成大特，速变成大特跟神剑翻四张的主动技，看这都爽，哈哈。他能吸密 ，OK， 一个走。不过可惜攻击力就是卡在这边。好好好，没有直接打死，算是有机会。啊，美吉达这边是无惧于你了，30万的防御力，你可以怎么开？开！哇，这个 KO 画面，老实说，真的是百看不腻。啊，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非常的愉快啊。技变成达特，技超赛达特，哇，这个空币直接满连接 ，nice。速变成达特最可惜就是在未来篇连接真的是太差了，不然更爽。嗯，就是这个样子了，棒，赞，除了赞没有什么话好说了。高防高攻可以有 ，OK。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加满单嘞。